这种方式轮流换呢、啊，所以骑两三天就可以了。先换个刹车皮，哇，好快就抓好了。Metal Slug。OK。Metal Slug 三。OK。OK。等下，我的那个摇杆又在丢高了，重开一次。OK。射击。跳跃。核弹。OK。这我忘了再大一点吗？我只能把画面变大。等一下，我弄一个新的荧幕截取。OK。
任务模式。OK。哎，等一下，我的那个摇杆没有设定好。OK， 靠腰。Marco。杀了，杀了。아씨발这队友吗 ？Thank you， 阿康没知道。아씨발难度是有点太低啊！战场的绿洲，我怎么下去啊？靠腰，我怎么下去？这边很难大战。啊！西巴！哇，好猛哦！抓到直接死哎！这是网吗？哦，变猛，变猛！Thank you。有胆不要用连射，所以开连射是外挂，是不是？开连射是外挂吗？那我重来，原来连射是外挂，是不是？那我重开一个，不然你们都说我羞羞脸。所以那个连射是不正常，是不是 ？OK OK。off， 抱歉，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连射正常嘞。个人主要任务再一次，调最难的好不好？特难，特难。OK， 我是这种会用外挂的人吗 ？Leo， Mission One Start。阿旭，Super Glen，
干这干嘛？靠药快爆啊 shit 我靠好难哦他又不能往下射干灭团了好猛哦换一个一定是刚才太烂了刚才子弹根本没办法打哦。OK。靠腰。啊！啊！西巴！还好，我觉得没有很难啊。没有开脸色啊，我关掉哈、哦。哎，不是、啊，我不能往上射啊，这要怎么玩？我都难玩啦、啊、这困难模式就对Thank you.
难度是困难啊，难度最困难的，这是最难的。我是挑最难的、欸。如果可以无限接关就对了。靠腰、哦，哇，好难哦！我难度是普通吗？真假的？干难普通就那么简单了、哦，就那么难哦。越南大战啊！好猛哦！我干，我再接最后一次了。我们下次再玩，好，我们接最后一次。十万分达成。靠腰啊！我之前没玩过啊，我第一次玩。干！这子弹能打掉吗？他那个子弹应该不行。射击没办法按着啊！射击一定要手动按啊，他没办法按着啊。没办法甩枪哎、欸，超烂！啊！给个机会！他怎么硬啊？哇，超硬的、欸、！Mission complete。Mission to start。Start。你还没办法点射啊！我最后三条命哦，死掉我就休息了。干他爪小那么痛哦！有没有觉得我按的这个速度？跟连发差不多，你看啊、哦，这是一般的速度。好、哦，我要加速。好、哦，好累啊。OK。那怎么上这个女的？
你会上吗？这些人是随随便僵尸，对不对？我靠！干，这个游戏偏难嘞。这游戏也太吃钱了吧！每接一次关要10块钱的话，我已经花了70块，还60块。哎，最后一条命哦！我不接关了，我已经没有钱了，零钱用完了。Rocket Launcher， 阿西巴。我是大小，为什么这只王变僵尸好打啊？哦，我会玩了，我会玩了，我这只我知道怎么打。哎，你不要一直花钱，我已经花100块了。
不要太嚣张哦。哎靠！怎么有这个？我又花十块了。为什么说这边用僵尸打会比较好打？啊 ，shit！ 那我把这关过好不好？这关过我就休息。变僵尸可以开大，哦，一次就过了，还好。好啦，我们剩下的改天再玩啦，休息啦。免疫子弹，但是光炸弹和大哥光速还是会死。Mission three start。啊，我们要有自制力哦，不能一直玩。要自制力好吗？以前国中学费破千，我靠，笨天神，真假？变僵尸欢乐喷王，变成僵尸然后丢手榴弹，你会发现其他很强的僵尸手榴弹很强。菜鸟就是应该要先来追一下，干这边不要丢八六，好，我们改天再玩了，搞不好明天会玩也不一定啊，我们改天再玩，先休息了。好 ，Anyway， 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哦，我们10月31号是我。开台的第一天，2011年的10月31号是我开台的第一天。那是我第一次开台，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台的时候300多人，第一次开台的时候，然后只开了一，好像开了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吧，反正开一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就开就关了。然后10月31号开完之后，我后来下一次开就是我来我这边有来给你们看一下，你看啊、哦。我先把这关掉。这样，你看，我记得我是在2011年的9月，看一下、喔、影片，应该是要看 Max 最大人数。我的这个账号是9月份办的，我的退局账号。然后10月26号，你看10月26号是我第一次开台，236人，我只开了，我开了多久啊？一小、两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我开了七个小时、欸。我第一次开台开了七个小时，然后最高236人，然后我就关台。后来我下一次开台就是11月了，11月的1号。
哦，十月一号，所以我那时候认为我的第一次开，我的开台应该算十月一号开始开的吧。然后十一月开台都第一次开台，那时候是446最高，对，第二次开台就是过两天后，对，然后再一次开台就是10月11号，然后之后我才从大概11月15号开始吧，11月15号开始我就开始有稳定开台，对，然后一直到12月，这是那个2011年的12月，那时候你看这时候就第一次破2000人，就在开台第二个月第一次破2000人。再是12月，这是12月数据嘛？再是1月份的数据。1月份的数据，你看那时候开始平均很长就可以破2000，大概平均大概1800吧。那时候开台大概平均1800。再是2月份，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动不动就是2000多、3000多。那时候平均大概是1000，大概平均也是1600、1700吧。然后偶尔2000多、2700、3000多。你看那时候。12年的二月，然后到三月份开始，这一次你们看到5800，5800这次就是5942这次就是那个背对背背那一次，我生日3月9号是我生日嘛，那时候3月8号背对背背，3月9号3000多人这样，那时候大概你看每天少的话大概2500人吧，多少的话2500人，多的话就3000，多的话大概5000多吧，你看这样这一天是多少，6605，这一天是。8528人，2012年的三月份的时候，这个多少？这是6700人。你看，像这时候晚上人少的时候大概是2500，晚上的时候人少大概是2500，多的话就是3000多，3500啊，3600。然后我们就到四月份的时候，平均也差不多是2000多、3000多，多的话就6000多这样。五月份开始，那时候就是开始要打总冠军赛。那时候我记得我这边有一段时间比较少开，对，这段时间我忘记干嘛，这段时间没开了，忘记干嘛。然后七月份那边我这边也是有一段时间没开台，哦，忘记好像是搬家吧，干嘛，反正没有在训练室。这是八月份的时候，2000多、3000多。这时候九月份的时候已经搬到三峡，这是到三峡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这时候十月份是到台中的时候，这时候到台中。这台中2000多，大概就2000多、3000多。然后12月12号，你看12月12号，我有一个月没开台，为什么？我那时候被变台。2012年的12月，那时候我被变台。那时候是因为我开了那个 ON3D， 你们还记得这个名字吗？有些人应该知道。我那时候开 ON3D， 然后后来那时候被 Twitch 说，哎，你跟我签约，可是你开其他平台，这样不行哦。后来我就被 ban 了，被 ban 台之后，后来到了一月份，我又重新跟那个 Twitch 签约，对，我又重新签约，然后那时候后来又重新开，再 Twitch 开台，啊，那时候大概开台也是大概2000-3000人啦，你看这时候都3700、3900啊。2800，你看这个7026，哇，那时候人其实还是蛮多，5000多。这边有一个，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很高的12062，有没有？这是我们台最多人的一次，12062人，这是最多人的一次，有点高哦。对，妹妹杯12062，这时候是过年期间的样子。然后二月份、三月份，对吧？好啦，这大概就是之前啦，之前的人数啊。啊，不管怎样，感谢大家。我记得你还回忆说用3D 没钱，对啊，我一块钱都没拿到，一毛钱都没拿到。他们那时候把话讲多好听，你知道吗？把我拉过去，就一块钱都没给我，后来还恶性倒闭。反正他们就是卷款而逃吧。没有，我一块钱都没拿到，哭哭脸。不过还好，那时候其实刚开始开台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直播环境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看有订阅、有抖内，还有工商，对，以前这三个都没有，以前就只有那个广告可以按，超少。台湾，如果说台湾你在美国大概你实况人数100人吧，大概相当于台湾的实况人数1000人的广告量，就你广告收入大概。外国100人等于台湾的1000人，所以外国1000人大概相当于台湾的10000人的那个广告收入量，
10倍。